蚂蚁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母的真的可以吗？什么狗之类，对不对？迪士尼女性的角色啊，母的都算、啊。好了好了，母的也行，好不好？母的就母的。好好好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都进来都进来。一零狮子王他妈妈，那你要讲得出名字哦。他妈叫什么？你现在说出他的名字。你要先说姓名哦，不然你打出他名字，你就可以出。气死！一群艾莎，我才不要出艾莎了。我出花。艾莎乔啊，你怎么可以不出？我才不要了，我还蛮喜欢这个。快要两年喽，还是三年？马上好，我一个速度，一定要卡通的吗？还是迪士尼？迪士尼的、啊，迪士尼电影有真人的、啊，出卡通的好不好？他真人就也是那个、啊，就是卡通算是迪士尼出品的。对，我喜欢他。来出这个，这个应该不会撞吧？我觉得好棒哦、喔！我想出这个。哎、欸，拜托，好好盖一点，拜托拜托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出到非迪士尼的哦、喔，紫瑞克不是迪士尼的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马尔芳宝被并入迪士尼了。所以那我可以啊、喔。然后又再来一次了。被并入了。对对对，要迪士尼卡通的哦、喔，就是迪士尼动画系列的哦、喔。骷髅魔法使不错的哦，也不行哦，不要再骷髅魔法使哦，卡米。不啊，魔师不是哦，靠格魔也不是哦。哎，我这个好像不算是哎。哎呦，哎，那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动画系列的米妮可以哦，那好像变成是那个皮克斯的。皮克斯可以，皮克斯可以，皮克斯什么歌？啊！皮克斯拍谁哈？拍谁好垮姐？哦哦，皮克斯动画啦，他、okay, 因为他被 okay, okay. 那个迪士尼收购，算是他们动画产业下的，啊啊、所以可以，他这个可以。好好好，哈基舍尼。我还在想，可是我怕我会撞题耶。谁不很好看呢、啊？没有撞到我这个，我觉得你可以选有腿的，有腿一大堆。哦 ，Jerry， 我又你我知道了，你选小鹿斑比。对耶，这是你的耶，母的。他是公的还是母的、啊？他公的、啊，他之后有长脚，不是吗？对不起，公的，他是公的，他是公的，他是公的，他长大有长脚啊，真的假的？公的，他是公的啦，斑比是公的、啊，而且他当时还有出现母的斑比，他们当时还害羞了一下，哦、對好像是害羞了。那你可以那个好不好？你可以多利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多利可以啊，多利可以。母的了，母的了。多利他妈妈，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有我记得他有名字。哎，狮子王他妈妈真的有名字哎，当然有啊。你不要瞧不起别人好不好？你怎么会说人家妈妈没名字？我以为，你以为他就叫辛巴的妈妈？连美人鱼的他七个姐姐都有名字了，真的。太好笑了，长知识了。多利的妈妈叫什么？我记得有啊，我记得是电影里面有。我们待会不会出了一大堆根本珍妮啦 ，Jenny 啊，我们会出一大堆很冷门的。你们这些冷门干嘛啦？我跟你讲，我就直接讲，我的是女主角。哎呦，谁跟你冷门？我的也是女主角。我的戏份直逼你，我的拼胸女主角。我的至少全部字幕有出现呢。好，来撞啊，来撞啊，嗯。我、哦、白痴哦，屯屯，为什么我在你后面呢？居然是有难哦！为什么我要盖这个东西啊？我是大概猜到这个是什么了。我靠！这太尴尬，要找一下这个，忘记他长什么样。我吐血了！你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、啊？颜色有分呢、欸。好的还是坏的？看来是绿色还是蓝色啊？我在巧克力后面呢、欸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好恐怖哦、喔！这个啊，好崩溃啊！这个还要先盖另外一个东西，大家才知道是什么。天啊！哎哎，天啊！这个命运的安排，
你闭嘴！你少在那边说风凉话。Let it go，Let it go，Let it go。哎，真的不怕撞题哦，这么热门的。我不知道哎，只是看他的反应，感觉好像是这个吧。这么热门的都敢出，真的有种哎。他突然就很想抠死。所以这一次这一题也要、哦。对啊，也要啊，撞啊！没关系啊，反正那个撞吧你，他都 cos 过了啊，他有在帕米，没有，要 cos 的是团团。我没有，不行 ，cos 团团。我想说他都 cos 过了，有在怕哦。闭嘴。唉，怎么啦？我不知道这是头发有点多哎、欸。我这个是没什么头发啦，但是他衣服就是蛮大件的。没什么。那你可以盖头就好了，你可以盖头就好了。开那个衣服，我就觉得头好痛哦、喔。啊，够崩溃！我抽到谁的、啊？哦，裤子跟这好像哦。诶，101中狗里面有母狗吗？有啦，有啦。我是101只。有啦。啊，我的是母狗啊。引起公愤。忽然马上被念，有没有？你刚才讲那个，我也瞬间傻掉了。无性生殖是谁？哪里生出来？哎、欸，我好像盖的差不多了、欸，好像结束了。那怎么盖啦？难呢、欸。啊？哎，盖完了、欸。怎么盖那么快啊？好猛！你盖的很随便，这应该猜得出来吧？我这个如果不盖立体一点，一定没有人猜得出來。这么恐怖哦！对，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盖什么，要加强一下，盖慢点，盖慢点。真的，我也要慢慢雕，好崩溃啊！这需要雕一下。团团啊！耶耶！啊，这真的是知道他在你后面才这样的。没有，其实我原本想说会不会后面是喵哈之类，然后就。然后喵他就会对，没有，我刚刚已经看到我旁边是圆圆了。耶！奇怪的东西，我觉得我盖的蛮像的啦。你们干嘛这样？放眼望去，没有几个是这种什么这种颜色的皮肤、这种颜色的眼睛的。哦，蓝色皮肤，蓝巨人。你把这个特征拿去 Google， 就会出现这一只哦。好了，就这里了，这个角度好。真的很冷门诶，这只角色。我觉得我这只快变成可以跑酷的地图。为什么啊？应该要再盖，再多盖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怕下一个人猜不出来。就哇，就算这样盖，也不一定怕有人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很怕人家不知道我在盖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要盖立体一点。回去我盖的范围越来越大了。啊，这个什么？真的觉得人的头发好难盖啊。我的头发超大的、欸，还好这个只需要盖三个头发而已。我怎么盖都像花妈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这颜色比较好看吗？那会还好。花妈被迪士尼收购了吗？没有了，完美了。
太好笑了。Oh、你说那个什么市长那个吗？啊，不行，陈小姐是不是啊啊啊！好了，我盖完了。啊！哎、欸，喵，好可以干的你啊！不要啦，颜色不一样啊，会歪掉啊。而且我绑那个东西能看吗？啊，我要怎么呈现？我搞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perfect， 这个在拆歪哦。一定是人的问题了。你要先看一下你下一家是谁。我现在还看不到下一家是谁，等一下才会知道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看你题目是谁，你的我题目直直啊，看到到前一家，哎、欸，我下一家是谁？我下一家是谁？啊？哇，我怎么盖这个？直接看谁抽到秋风了就知道了。对啊，谁抽到我的？我抽你的。你抽我的、喔，就你的、啊，这是人的问题啦呀！那一定是哈基的问题啊！哦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些还没开始猜、欸，开始这样，好难，好难盖哦、喔！不是，你在盖谁？好痛苦、喔！我现在在盖杰瑞的，杰瑞出了一个超没特点的女主，超没特点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多傻眼，你盖了路人，路人甲。我只能把他那一部动画开出来、欸。我还真不知道我出的那一支的动画叫什么，来查一下哦。可以。感觉后面的长得好像坏男孩头发、啊。把这个改一下哦，改成这里。团团、啊。大家都在叹气。哎。那我。迪士尼耶、欸啊，小孩的梦想，请把小孩的梦想完美呈现。没有梦想、啊，太厌世啦，超厌世。巧克力，你要加油，你要好好干。我很努力干，我是很努力干啊。咬牙切齿的开啊！不要啊！哎，这样你马上就 Lady Go， 我就已经可以直接拆了。那我先把它打好。哎，居然！我是用刚刚那一招啦，等一下我又怎么了？只好用老招了。嘿，好嘿。我真的变成跑酷地形了，觉得嘴巴很可爱呀、啊！哈？啊？老师，我盖的嘴巴很可爱啦。然后你刚刚在对着他讲话吗？好了，我已经复制好了，等一下可以马上贴上了。一进来就贴上。可以了啦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啦。好厌世啊！可以就按下去啊，然后结果会不会刚好有人撞题又是一题啊？哇、哦，他就哇，不会吧？你不会吧？Take a picture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按下去咯，盖好就按下去啦，巧克力。你不用盖了啦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啦，赶快按下去啦！又不差我一个人哦。你干嘛不用再盖啦？啊，就这样。行了，怪了，算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。你放个雪人在地上，我都不会拆歪啊！啰嗦。Do you？ 啊，好好笑。发现。